3月26日，某品牌在京举行春夏型格时尚发布会，当日众多明星艺人纷纷前来捧场，林峰、何韵诗、张子玲等更走上 T 台，分别为大家展现了不同的春夏醒目造型，令在场的粉丝尖叫不已。参加此次时尚活动的林峰现场也是不免被问及他的着装理念，对此他直言：我觉得看似乎那个场合吧，如果场合需要你是什么的着装，你就应该去跑，就配合啊。对，那庄重的话就庄重一点，那平常我自己蛮随意的。其实模特出身的张子玲当日的 T 台走秀更是将自己的优势在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而现场张子玲却十分谦虚地表示：我觉得大家各有特色吧，然后我觉得无论林峰还有韵诗，大家表现都特别好，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模特，但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那种感觉一定很吸引人吧。